港呢亦都係起咗好大嘅變化，由當時嘅抗暴到而家呢係抗疫。但係無論喺抗暴或者喺抗疫嘅工作裏面呢，我哋都見到香港警察走喺最前線。咁所以今日呢，我都係代表我哋整個問責團隊啦，同埋特區政府，多謝各位警隊嘅朋友喺過去真係接近兩年呢，係盡心盡力維持香港嘅治安，亦都保障市民嘅生命財產。